夏日炎炎，为了令民众可以安心地使用冷气和雪柜，台湾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就分享了悭电的黄金密码。首先的是26，那是代表冷气的温度。环保署建议将冷气的温度设定在26至28度，再配搭电风扇。其次就是8，指雪柜应该摆至8分满。之后就是2，冷气的滤网应该每2个星期清洗一次。最后就是1，选购的时候应该优先选择拥有1级能源标签的冷气。